你叫什么？所以我叫娘啊。惊讶，吃不饱喝不到奶茶，还有火锅，还有麦当劳。应该我会瘦到瘦十斤，然后骨瘦如柴的样子。期待一下。期待。一般不会落泪，一般会喜极而泣，或者就是关系特别好的人走了，他会哭。你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你会比关系好的人留的要很好很好。我觉得就像是一个更大的舞台吧，就是是小舞台大舞台，人生有不同的各种各样的舞台，然后这个舞台就是那种发着光能够让更多人看到的舞台。一起的位置啊，没有没有什么一切位置，只要不是下面就是看不到的那种人就可以。所以换一种方法说，是就一定要出现在镜头里面的位置。对，只要在镜头里面有三秒钟就可以。好，是出道。出道几个？啊？出道几个？出道前五。好。好不要脸了。嗯，表情包就是，吊哥。近期想给大家分享那个 Charlie Puth 的 Cheating on You， 就有没有什么原因之类的？